像童话，想起那年初夏，我为你牵挂，在日记中分。哎呦我去！板钱了，板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。我左手买个诺基亚，右手买个摩托罗拉。之前的东西拿出来，你什么事冲我来？我操！他玩啥呢？是红杏的人。有的有的少的有的有，咦？哎呀妈！我这天干活累这样，你看你还歇着啥呀？还光打黑呀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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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Thank you.